否认同卓琪拍拖，偽毒昆情性上身，唔想害人。昨日就有報道爆出，吳業坤同2014年港姐亞軍黃卓琪拍拖已經有1.5年，但二人就因為家姐公斤嘅介入，加上家姐毫不避嫌高調咁走去坤哥屋企自拍親密短片，令到精英黃卓琪發現之後眼火爆，喊住要同坤哥分手。而就住呢件事，昨晚小傑就趁坤哥為星光熠熠耀寶娘彩排嗰陣，問下佢對呢件事嘅睇法，睇佢有咩回應。其實就冇同黃卓琪一起嘅，咁亦都同埋我今次呢個封面嘅故事，亦都我覺得大家都好無辜啊！即係我認識嘅嘉欣嘅為人，佢都唔會去搶男朋友同埋做人小三嘅。咁同埋卓琪呢件事情，亦都係我有睇翻佢 social media， 其實佢都話覺得自己嘅説話俾人去扭曲咗啦，同埋斷章取義咗少少。咁所以希望大家唔好再因為我而受到啲無辜嘅傷害。